嗨，各位车友好，今天要介绍的产品叫做 Ninebot One A1 就是所谓的独轮车。然后 Ninebot 的 A1 呢有两种规格，一个是单电版，单电版就是所谓只有一颗电池，续航里程呢约15公里，然后还有双电版，这次我购买的就是双电版，里程约30公里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介绍独轮车，这一台是 Ninebot One 的独轮车本体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是充电器，充电器 B 跟延长器嘴，那这就是所谓的延长器嘴，然后这是说明书，然后这个是保护套，保护套黑色的。都是原厂套件，然后这是所谓的支架，就是固定支撑架，然后呢，以上呢就是 Ninebot A1 产品的介绍。好，谢谢各位。